一元，今天我们又坐的士了。自从上次那个德士司机过后，很像没有在玩汽车的游戏，因为一来就是这样子啊！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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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做什么？OK，怎样玩的这个游戏？现在我要去哪里？载人啊！哎，shit，哇，那个车辆紧啊！我按是什么？点什么？碎。哇！你看我几厉害！哎，走走！哎，有钱拿了，Stop and go！啊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！这是什么？Rose，Lester，选一个中间的，OK，Done。因为我刚刚拿到一个钱币，是不是？哇，这样子都不会了！哇！等等等，那个车是怎么啊？去撞那个车是不是？哎！等等等等，出来出来出来！哇，Tap me 什么 Tap me Tap me 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射哈是不是？哇，还会出镭射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去杀掉另外两车先。另外两个，这还有另外两个没？喂，走走，射哈射哈，OK，现在下来，在下来，还没有死。喂，喂，我的车卡着了！哇，要写我名字哦，来啦，写一个非常完美的名字，很厉害取名字的嘛，是不是？不知道可不可以写中文呢？你看，几好看的名字。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，没有什么人和你。OK，继续。这个什么？我可以升级我的车，哇，看他的车是怎样装，这样子装，哇，还很不错哦，这个游戏，叫什么 Crash 什么鬼啊？等下我看一下啊，哦，Crash Club，就是粉碎俱乐部的意思啦，连这个游戏叫什么名都不懂。My car，看一下我的车，Yoda，他是不是 Toyota 刚好改成 Yoda？版权问题啊，孩子不能侵权呐、啊！哇，你看我的名字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。OK，没有车了没？哇，有轮胎啊，还没有解锁，要四 level 才解锁。干他塞，不用看啦、啊，你看几颗都不，还要升什么鬼级啦？继续玩，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关卡、啊。OK，现在下里。跟着箭头走啊，是不是？等，等，等，为什么那么卡？为什么那么卡？等一下先，为什么那么卡？我现在去哪里？怎么那个箭头指那边？指那边是做什么？等等，很卡，很卡，你别这样啊！哎，可以射人了，出来！你看我的车，叫你好好考来生，不会停。啊，为什么要用贿赂的呢？为什么不好好考车呢？一个 token，等下我好像出不到去哦。往这里可以出啊，出去走出去。哎，这边进去，stop and go。等，为什么会反弹出来？玩进去，玩进去。OK，repair，我要一块钱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所以现在做什么？又可以进去，不用金钱啦，我看我进去会花钱的。出来一下，射哈射哈，我去哪里了？我去哪里了？我去哪里了？我死啊！我到底在玩什么？哇，可以看影片拿1000块哦，看喽，看什么影片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广告是怎么样的。什么？我们受到攻击了？这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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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程？怎么也跟着他拉？哇，还可以玩哦，这样好玩了。农庄没有音乐的，哎，这个游戏太烂了，没有音乐。可以放围墙吗？不能呢。这个是什么塔？又不能放。射哈射哈，快点！为什么这个广告不能 skip 掉的？很神呢。OK，我私底下自己偷偷玩了一下啦，发觉到这个游戏哦，其实它就是要你装那东西，装好东西过后赚钱。
赚了钱过后，你就可以买自己的武器，还有自己的车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买新车了，我要买一个新车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是怎样买车的。这个小哥的车呢，原本就是要你买五个了先，买了五个了过后，他才可以解开这个大车。你要买这个大车，它也是有限制，你要买多少个，它才能解开这个最大的大车。所以我现在要买一个大车先，看一下现在拿到什么车。小车好像没有什么好用，大车可能应该会好用一点。看什么车哎，这样很烂哎。哎，这种车 Malaysia 你走两步都可以给它撞到啊，这种便宜的车，哎呀，临别还不稀罕呢。OK done， 然后我可以装扮，哎，他解锁，哇，老爷20块买呀，20块钻石，你们知道那个钻石极难赚啊，哎呦，要死！现在来先装饰一下我的车先啊，我现在的车是这辆 ，OK， 可以换颜色，然后换轮胎，轮胎可以自己选，你看你喜欢什么轮胎。你可以自己去adjust 一下咯，然后还有那个花纹我目前为止只有这个啦，不过很难看。OK， 管它这么多啊，能玩就可以了。然后玩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两个选择吗，一个是三个 token， 就是你一开始你就有三个 token， 这个 token 是拿来做什么等一下我会跟你讲啦。这个看影片呢防护罩我暂时先不要用，先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 token 到底是怎样用的。OK， 这个是我的车，我的车一开始是没有那个雷射，没有枪什么的，所以我一开始要进场先。进场我先装个枪先啦，这个防护罩我暂时不需要用到，我就不要用先，因为很浪费钱。你要赚很多东西去赚那个 coin， 你才能买新的武器啊。不过它有些东西还有指定，喂，你不要射我，死大佬，像个逼的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有些赚了东西过后，它会给你 coin。哦，我的车要着火了，着火了。你看到你的车要着火的时候，你就尽快快点去修复你的车啊，然后还有时间限制的，如果你来不及的话你要快点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走攻略法，来我要教你们如何成为胜利者，拿第一名，所以现在你就是要死命撞啊，有车要着火你就射哈，射给他爆。 OK， 就像那样子，喂，谁射我，要修件，出 N 了，出 N 了，出 N 了，等一下，他人呢？我要报仇先，然后被给他扎扎一下，我就死掉了。我还是回去藏先吧，我怕死掉哎。哎，走，我先撞一下就有一个块。这边的地好像很难走啊。哎哎，你不要来，不要来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他你给他射，我可以不要出来先吗？我等喽，等他时间过，等他时间过。我周围很多坏人。OK， 弹出来。它就是这样子，它会自动倒数，到了一个时间过后它就会弹你出来。我那个十二名，射他射他，还要爆还要爆还要爆了，射给他死，射给他死，快点，还要死了，耶，你看到有车出烟的时候我就尽量去攻击他啦，你攻击他的话你可以拿到分数，同时也可以拿到很多东西。哎呦，我没有灭子弹，我要去装子弹先，不然我死定了啊。你看我没有子弹了，我没有子弹了，哦，还好藏在这边个臂宝，进去。OK， 现在我要修复我的车，防护罩暂时不用先，我先买枪先。防护罩其实，讲真的、啊、没有什么鬼用啊，没灵用啊，你只是暂时性的，因为它只有20秒。哎，王地车，王地车，哇，老还来了给我死哦，半条命哦。哎，等，就多玛蒂，很累，就多玛蒂，等一下。我 kick 这了，我的车走进去，玩进去。OK， 我、哦、还好，千钧一发。现在我要死命撞东西先，我要赚多点分，我才能拿第一名。现在我第七名了，你以为这个 game 要拿第一名很容易呀、啊？哦，他出野了，是不是？射死他！射给他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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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、哎，你射我了么？射给你死！哦，死了，轮到我死了，是不是？我死定了，不要射我，走开！啊，不要！神地去名就死掉了。哇，三辆车攻我一个，很不公平哦。OK， 今天呢游戏就玩到这边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看的话，就
如果你们还想继续看下去的话，就 like 跟 share 或者是 comment 跟我讲你要继续看咯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